逢年过节，餐桌上自然少不了一份小吃。今天我分享一个南瓜的最新吃法。首先把南瓜去皮切片蒸熟，蒸熟的南瓜加白糖压成泥，加入南瓜 1.5 倍的糯米粉，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，揪一小段，然后搓成球，再用我的右手把南瓜球沾上一层清水，然后再裹上一层面包糠，油温四成下锅炸，炸至南瓜球能够漂浮起来至金黄色就捞出。南瓜这么做实在是太好吃了，赶快学会吧。